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圆圆。9月9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段38岁的演员王鸥与一男生同框的照片。从图片中可以看出，该男生身穿白色上衣，下搭黑色长裤，身材修长，看起来很高大，但是他的年龄看起来很小。王鸥身穿黑色上衣，和男方在一起有点小鸟依人的状态。该男生首先去王鸥剧组探班，随后两人进入同一辆车中，一同吃饭，最后深夜同回酒店过夜。他们二人同框时举止亲密，像是恋爱中的小情侣一般。很多网友看到王鸥与该男生同框的照片后，留言道：这可太正常了吧，该谈恋爱了，对方看着比他年轻，王鸥的状态真的是好了。王鸥出道后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他的感情生活自然也是备受关注，但王鸥对待感情非常低调，罕见曝光生活状态。此前他曾在节目中说过自己不着急谈恋爱，面对主持人问的从来不谈恋爱不好奇吗，王鸥表示手机就可以满足所有幻想，有自己的想法。近期王鸥经常晒出自己的美照与网友分享，38岁的他皮肤白皙吹弹可破，脸上没有一点皱纹，身材也管理得很到位，少女感十足，他很享受现在的生活状态，并没有因为单身而感到焦虑，而是更加认真地过好自己的生活。现在当事人还没回应，大家还是不要妄自揣测，静候当事人的回应吧。也祝愿王鸥能有个好归宿，未来继续保持好的状态，带给观众更多好的作品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联系删除。点赞了吗？关注了吗？谢谢。